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349集的节目。有一位变形金刚同好呢，他呢打算呢出售他手上的这一款电影第二集的这个 FAB 级的天火。那么呢，他呢先私讯我说呢有没有兴趣啊？那我呢缺了这个天火，没错，那就呢二话不说的呢用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就把它给带回家了。FAB 级的话呢，它的玩具呢，在07年跟09年的时候是有的，那它是定义在比 Deluxe 等级还要再低一个等级，变形的难度啊，还有这个造型的还原度来说，都会比第一级还要再低龄化的多，而且低龄的很多。不过尽管如此啊，有一些东西呢，还是变过一次呢，可能一段时间没有变，还是会忘记了啊。那么这款天火的话是比较少看到的，比较少看到，因为像这个 Barricade 还有这个 Sideway 呢，还有 Bumblebee 有一些他们可能会同模然后改色就换另外一个角色，但天火的话呢是单独的一个模具啊。那你可以看到呢，这个身上有一些就还原度来讲的话呢就没有说非常的高啊，包括天火后面两个很大的这个推进器啊什么的，基本上就都不会有啊，背包啊这个等等都是比较低龄化的，包括他的这个手啊无论如何呢我都只能够放在前面。那这个部分呢是把它类似做成像是拐杖一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刻画，那另外手的话呢则是有一个加特林机枪的这个刻画啊。那这个子弹是可以发射的，从这个地方呢按下去的话它就会弹啊，但是呢基本上就是跟他的年纪一样，就只能够有一个 OK 动一下给你看啊，表示说我还可以啊。那它这个的话呢是可以转动的哦，你看到没有，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有诚意的低龄化的玩具。那细节啊涂装各位也可以看得到啊，该有的这个包括天火，如果你有金图版的 L 级，当年的 L 级的话呢，它中间肚子上面有一些金色的点缀，位置的一个分布都还是比较正确的。那背包的话呢就是一个飞机头背在后面，那它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内部是一个很大的球形关节。那卖家的话呢应该平常保存的还不错啊，关节还有点紧实啊。我看老外呢有一个老外做这个玩具的分享，他是去年上传的啊，这个脚的话已经松到一塌糊涂啊，这样甩的话呢是基本上已经是就是完全是没有办法任何的支撑了啊。那么呢这个的话没有什么特殊的可动啊，头的话只能上下看，而且是变形的需要了啊。那这个当时的这个玩具的卖点的话就是简单的一个变形啊，那我们也就简单的来变形一下吧啊。这个脚的话呢把它给缩进去，好，那么呢这个变形主要是把这个头啊推上去，然后这个胸口这个带往下推下来，然后手臂的话呢往上反折上去。那么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地方是有个凸啊，凸要扣进内侧这个凹，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，这里扣进去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啊，完全一样。那这个拐杖的话呢你只要顺势推上来就可以了，然后连同子弹跟拐杖的另外一侧啊都变成了一个喷火的装置，那么我们天火老爷子的脸呢就这么样露在后面了啊。那么再来的话呢就把这个飞机的头部呢往前面按下来，然后直接的就朝这把它给扣下去就可以了，它有一个双动关节扣上去，最后的话就把这个腿的话翻过来，然后在侧边这里的话是有一个凸，内侧有个组合的一个卡扣啊，推动一下这个双动关节就把它给扣上去了。再来就是呢，很多人说了我的节目里头呢，最近很多鸟声啊，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最近附近很多很多的鸟，不知道为什么环境变得这么干净啊，这么好是吧？适合人居住啊啊！我虽然不是住在深山里头，但是也是有一点乡下的地方了啊。那我们这社区的话就比较清幽一点，我个人很喜欢这里环境啊，连鸟都来这里做巢啊，可见的我们这里还是 OK， 成本不一，耕耘于南阳，对不对？苟全性命于乱世啊，越来越觉得自己隐居起来的感觉了啊。好啦，那你知道一下啊，这个鸟声呢都不是幻觉啊，不论白天晚上他们都在叫啊。OK， 我也不能出去叫他们闭嘴啊，你们这些鸟都能给我闭嘴，闭上你们鸟嘴啊，是不可能的啊。那么这个就天火变完了啊，从这个地方看哈、有点滑稽啊，这个感觉好像什么超级系机器人一样啊。那它的一个载具形态还有点意思啊，那这个地方啊就底盘稍微厚一点，那没有轮子啊，没有轮子，只有做出类似轮子的造型。那这个放在桌上也是蛮平稳的，大小的话呢非常有分量啊，比一款 Deluxe 等级的玩具呢还要再大一点点。
那本身的话呢，也是一个情怀向的一个收藏了啊。那就非常感谢这位同好呢，在抛售这个玩具之前的话呢，先想到我啊，知道我一直有在收集这个系列，让我的 FAB 级的玩具呢又多了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补完。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